好，有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刀了。那么今天呢，我们又来一期首期线上抓娃的这个探店视频啊。那么这次呢，我们玩的是一个这个叫做萌爪联盟的。好，那么就是旁边这个，大家可以直接去搜索一下呢，就能搜索到。然后可以在邀请好友这里填写6222222，然后就可以获得30个游戏币，加上呢有一个新用户呢，他会有一个这个丝巾方巾送，然后抓到两个是包邮的。这个抓娃平台的特色呢，第一个就是能甩爪，第二个就是有宝夹，第三个就是非常多人蹲点啊，蹲的你捡漏，就你一可能一在玩的时候呢，就有人后面在排队，所以呢是被人捡漏呢，还是你捡别人漏呢？啊，这就看自己的了。好了，我们接。哇！啊，终于出了，这花了多少币啊？刚刚1800多，花了200币，200币出一个电子手表喂。翻过来，哎，又不像是三拍啊！我刚才是推过去下爪，应该是2.5拍样子。如果不会甩爪的话，会吃亏。哇，回甩了，好，哎，有了吧？啊，他怎么到这边来了？捞过来，好，进了，又是200多币，搞一个 ，OK， 下一个，正版的草莓熊手套，这个65币一次，有点贵。这个丝巾是多少片？就10片吗？哎，他好像放爪了，有没有发现他好像一过来的时候就放爪了？我们再试一试看是不是真的是可以，真的是放爪的。
好。哎，真的是放爪哦，那我就不用那么小心了。我一开始以为要捏薄一点啊，就是抓少一点，让它漏过去，直接就放爪，那就可以直接来抓了。对，直接甩到它这个胳膊这里。哎，怎么是回甩？你看这三个，前面三个是可以的，不过它这个是十片状的十斤。好，我们来试试啊。哎呦，哎，好，终于甩到了。哎呦，棒！哎呀，刚刚如果抛下去的话，可能有戏啊。好，哇，好，这个绝佳位置啊，我们看能不能一发入魂。哎呀，歪掉了，没事，我们再来一次，700多币啊。它甩一甩，它会有点弧度甩。捞出来，好，它刚刚一个爪子呢，在洞口竟然也捞出来了，还行还行还行。哎，这个封口袋我觉得应该也有戏吧。哎，这不就来了？放出来，哎。这个好像它也不会，好像也不会直接夹到那里的。哎呀，卡多一点点就那个啥了。好，哎，来了啊，只是抓不知道能不能捞到。小甩过一下，直抓不行，因为它那个腿是软的。完啦！哎呀，翻出来，哎，好，有了，有多少个？20只，还行。那台布，这里面呢，主要就是它能抓的种类会比较多了。我个人的话，会可能偏向于喜欢那种生活用品啊，可以用的。你抓那娃娃，平时没什么用的。哎，这个斜挎包也挺好看的。哦，这是不是枪位啊？哎，这就是墙位啊，这就是墙位了，大幅度甩过去翻后面。不行了，不行了。继续抓保鲜袋吧，哎，保鲜袋才是王道。就好他的保鲜袋。有没有？他现在，他以前的话直接就带过去了，现在的话他还会直接就丢到洞口里了。这个你看，这个就带走了，没有丢到洞口。算了算了算了，下次再来。疯狂薅他这些保鲜袋，哎，这不是个枪位吗？这不是个枪位？难道还是套路？完了，套路啊！直接甩过去爆头。好啊啊！
现在录个发箍试一下吧。啊，这么快就有人抢先一步，我们再来试试这个抽纸吧。这也是甩不动的，哎，甩得动。它怎么是左右甩的？好奇怪。哎，它可能可以弧甩过来哦。翻出来，哎呀，好，哎，弧甩这个漂亮，好，这个应该是直抓就可以了啊，直抓，好怕呀，哇，好，有了。这是啥呀？感觉他的头很重哎。这有点东西哦。这只能再压了。麻了呀，是不是保夹了？哇，它摆成什么鬼啊？它摆这样我更抓不了。没了，没了。没币了，霸机闪充，取消霸机，好，看看给谁捡漏啊？看有没有人会捡漏。他为什么是抓这个呢？不抓那个呢？原来宝夹要抓黄色的，它绿色的抓不起来，我的天哪！好，给别人捡了个宝夹，啊，刚就像一开始说的啊，是被人捡漏还是自己捡别人漏呢？看来我是被人捡漏那个了。好，我们来看一共130抓了多少个啊？一共9个，3个密封袋，1个保鲜袋，3个纸巾，1个电子手表，1个纸巾盒，又是血亏的一天呐！好，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啊，感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